做泡菜这个实验让我了解到渗透作用的原理。我发现在高丽菜外加很多盐，因为里面浓度比较低，外面浓度比较高，所以水会由内往外跑。有这个实验让我发现渗透作用的原理，也可以也证明了老师上课所讲的，虽然做起来不怎么好吃，不过没关系，因为很有成就感。